县府文化局将于2013年11月18日至20日，在本县白沙乡小赤村举办小赤大地大风吹生活节。活动将展现本县社区营造、小法人才培训影像记录、杰出演艺团队、博物馆及地方馆运筹计划之联合展演，透过展览、表演、美食、讲座和工作坊等多元形式，呈现澎湖各社区本年度的活力与创新及文化局相关业务执行情形，并邀请民众一同体验澎湖的风生活。明仔载这個，咱要办一只这茶小车，今年都要办一只这個，成果展成果的点点。啊，不过因为咱今年就是家己的往年无同款，吼，所以咱即届就是办茶小车，啊，就是要让人感觉咱进这种的风，咱当天的风会感觉，吼，咱虽然是东北季风在。18号到22号的暗时6点到8点，吼、哦，路线点路会有2点钟，是用伫个一个感觉一个美术馆的概念，吼、哦，伫个咱社区内底有遮几个点，吼、哦，外口这个会到这个蝉的一生家，吼、哦，这个嘿，遐有遐，啊，遐有啊无固定好个，明仔载早起阁会继续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路伫个人流。大风吹生活节为文化局整合各界资源所创造新的文化品牌。2013年至2015年，选在白沙乡小赤村，希望让民众认识澎湖少数不靠海的内陆村。小赤村一直积极投入社区营造工作，透过艺术研习和艺术家合作，引导社区长者走出家门，创作富有在地文化特色的作品。我倒不吃贵了。哦，我不吃吃吧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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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月23日至24日，上午11点至下午5点为白日旅行社。其概念来自有梦最美，逐梦踏实，将年度设定的发展目标借活动的举办检视完成成效，进而展现本县软实力，包含杰出演艺团队精彩演出、社区食堂、专场艺文讲座、澎法艺术家文化交流对谈、法国艺术家 Chris 写生活动、手作体验、活动限定明信片套印等丰富内容。小赤大地大风吹生活节，欢迎大家在11月来到白沙乡小赤村，感受大风吹拂下的澎湖之美。记者王海龙报道。